觉得这个衣服真的好适合拍照，真的超美的。好，我现在介绍的这一款啊，我觉得是也是跟之前介绍比较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是新出的洋装系列的。因为最近真的好多人在想要找洋装，就是想说要穿去什么喜酒，对，就是重要场合穿啊。对，那我穿的这一款呢是雪纺料质的、哦，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件呢是深蓝色。好，它是一件雪纺有点衬衫造型的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领子的，然后呢袖子是做一个很可爱的小小的荷叶袖。对，那我可能比较，我穿起来是当洋装穿，它是洋装穿的，那我里面会带一个安全裤。对，然后我是把它故意拉一字的感觉，因为它是整个排扣的、哦、都可以打开，那拉一字感觉就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俏皮的风格，蓝色对不对？很显肤色的。对，然后要的地方有松紧带，就是可以自行做调整的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穿啊，就非常的不一样味道，就是简单，然后又熟女，就是比较气质风格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非常可爱的粉色，待会给大家看哦。好，现在换的是粉色的，是不是粉色也超美的？就是蓝色比较有点小性感个性的人可以去驾驭它的，然后粉色就是比较甜美。对，就是喜欢有些女生就是喜欢粉粉嫩嫩，就是比较亮色系，像我一样，大家就可以挑粉色。其实它的颜色都非常到位，穿起来呢，我觉得都是蛮衬肤色的，加上刚刚的深蓝色，都非常的厉害。好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解开的样子，我现在是以正常穿的方式哦，它是没有分尺码的，所以看到它就是穿上它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随性有没有？就是非常的宽松，所以没有太小的问题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跟大家说，腰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像我这样缩拉，用力拉腰有多细就拉多瘦，想要看起来瘦一点再拉紧一点，就是像我其实我自己缩腰我都会把它缩肚子拉到很紧这样，然后绑完再把它绑出来，然后就稍微这样子抓一下，有没有超瘦？对，它穿起来就是完全就遮住自己的那个，但因为它是做排扣的，然后我穿起来因为身高比较高，所以呢像这样有点小开叉，建议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这个蕾丝裤。对，那如果穿粉色的话，我会搭白色比较同色系，不会，如果搭黑色我觉得会比较突兀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做搭配。然后长度上呢，其实我穿起来就是盖屁股的，所以它是非常飘逸的感觉。然后我以正常穿的方式，就是你想要再露一点，如果你有搭个小可爱啊，然后小性感也可以，然后想要露肩也可以，就是都很美的。好啦，赶快到官网上面去看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件真的就是素素的，然后很实穿，这样基本款不会退流行的款式。